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实操聚焦。我们记得有期节目跟大家分享，如果习近平执意要去通过港版国安法的话，那真正的核炸弹就是摧毁美元跟港币的联系汇率。那这里摧毁的一个背景呢，一个最大背景就是限制使用美元。美国早已在伊朗跟这个朝鲜就是这么用的，所以任何对伊朗使用美国金融机构借助美元都将是违法的，所以这应该说对伊朗对这个朝鲜打击巨大。你说我有其他的方法，我觉得那都是瞎掰，对不对？那些都是没用的。今天是美元的世界，这是事实。说展现未来，明天你死了呢？你展现未来当然可以，对不对？你说你102岁能生个娃子，你随便，你爱怎么想怎么想，跟习近平做梦是一样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正常人的想法啊？这不是正常人的想法。就像说，你看习近平说的很绝对，对不对？我要做中国梦，你现在坐地做个梦，那吃安眠药。睡不着觉，废什么话，瞎掰。所以语言是非常有趣的，看起来是伟大的，但任何伟大的东西一定与生命相贴，对不对？说你习近平咬着后槽牙做梦，你不咬牙你是孙子，行不行？你做，你使出吃奶的劲儿，你做，是吧？为了睡着觉，有数数的，有打嗝的，有干这个的，有喝水的，有像干什么的都有，泡澡的，还睡不着觉，还做什么梦？连做梦的前提都没有，都失去了。你说做梦人，所以人习近平伟大。习近平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梦，一切我领导大家伙干活的一切，全都是假的，梦本身就是假的。一醒了，哎，俩手一空，啥也没有，对不对？你还得缓半天劲儿，因为魂儿没缓过来。人家讲的是假的，你这下面跟着非说是真的，嘿嘿。所以人说山顶洞人是共产党人的祖宗，全是猴，全是猴，还把你当猴耍了。所以你不好说习近平是正面因素还是负面因素，你这都是他说的，我只不过跟大家，你要去品味了。人说他是逗着玩儿，你睡不着觉是逗着玩儿吗？你做噩梦是逗着玩儿吗？你做梦娶媳妇儿是逗着玩儿吗？你坐地想做梦娶媳妇儿，你做不出这梦来，对不对？说改成一巫婆，你要做梦娶媳妇儿，梦出一个巫婆来，你已经不得了了，起码能靠边儿，那有靠不着边儿的呀，对不对？说这边说做梦娶媳妇儿，然后刚掉到冰窟窿里洗了2回澡，这个东西倒有。我讲的是真正的，是真正要贴地气，要真正知道生命是这么来的。所以咱们说，那他为什么要弄港版国安法，就是做梦，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但他这梦当真的，大家伙投票。真跟着做了，那你正常人就受不了了，对不对？你正常人跟神经病生活在一起，他本来想仁慈的说把神经病感化他，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他实在不成，他只能给打出去了。那他打出去，那你不能跟一个不正常的人，在金钱上，在正常的人的业务往来中有着正常的过法，所以限制美元。就会直接摧毁这个限制美元，可以直接摧毁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是中共自己面临的两种货币自然带来的结果。那我们知道，BUS 已经提出一个说法，公开招募资金，说1年半之内，这个港联系汇率完蛋。那现在这种场景呢，只要习近平不死，联系汇率，这个港版国安法很难退却。因为他给顶在这儿了，说以后不办了，也可能因为人家不是正常人，人是活在梦里的人，所以正常人跟活在梦里的人一定硬判断，我觉得会有失误的，所以我们不说他一定是一定不是。但美国财长宣布，将在研究政策限制美元的流入香港，那就对了。
这是他真正的启动了核弹，他要等着国安法通过，国安法不通过那他也不用，但是他把方案所有东西都做出来，就是你下手我就出手，基本是这个态度。那这就是置中共于死地了，就是把今天的中共国变成今天的香港，对不起，变成今天的朝鲜，研制中共国在香港强推恶法之后的应对措施，限制资金流经香港，那就完全摧毁了。另外一篇报道，这个资金流入新加坡，四倍的资金流入了新加坡。我们就先说这个了。研究就强推港版国安法后，做出各种资本市场的应对措施，包括资金流经香港。这就是核弹了。这是昨天接受传媒采访时他重点回应的，就是透过总统的资本市场工作小组做出的回应，来自不同的金融管理部门。总统上周下令由该财政部领导的小组60天内就中国企业违反美国会计标准和披露规定的问题建议保护美国的投资者。那这是新成立的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透过股市金融机构来获取资本，来保护美国的投资者。这个已经有所反映了。其实阿里巴巴啊这些腾讯啊这些都会遇到麻烦的。我觉得都会遇到麻烦。就像中国那个叫什么麒麟咖啡已经遇到麻烦了，对不对？那美国政府完全可以用麒麟咖啡的所作所为去 copy， 去等同阿里巴巴腾讯等可能有着类似的做法，那他一怼他就怼完了。而且在中国做生意一定是骗，一定骗，成功的全是骗子。被问到财政部是否考虑限制资金流经香港的问题，我不想预先判断报告会建议哪些措施，但我们已经会提出各种建议，那是肯定的。所以这是来应对美国总统所下出的 order， 所以他反过来就讲说他已经从川普那儿拿到了 order， 拿到了命令，做出方案，只等习近平要求，只等香港版国安法通过，他通过我就干。审议中国公司的会计问题，提交全面报告，保护我们的资本市场和处理这种情况之间所取得的平衡。强推国安法损害香港自治，那促使川普在5月29号宣布的这种处理方案，取消香港的特殊经济地位。香港问题加上武汉肺炎，所以令目前关系紧张。他说全球经济模式恶化，期待中国会履行相关的协议，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跟服务，重视他的协议状况。这是路透社的，那些都无所谓，关键就在于我们刚才说的，他要真的实施的话，那基本就置香港于死地了。那相关的内容，这是刚刚另外的与此相关的说法。徐家健认为可能会限制购买中国资本股票，就是他有一定的选项了。克林信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陈家健，财长的回应是针对川普总统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做法，可能会禁止美国资本对一些中国上市公司投资，但不会广泛限制资本，例如禁止香港使用美金，并指市场反应不大，应该说这不是新鲜的制裁做法，我相信这是他个人的说法喽。那真正的香港资本流动呢，可能香港本地的资本流动没有显现出来，或者说我说句难听话，或者有假的成分在其中，这有可能。
或者有着大批的、有着相当的中国资本进入香港，来营造虚假的场面，这是肯就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这是可以做到。但是香港的法律失去了保证，每一个在香港的拥有资本的投资者、外国人，你都可以成为是外部势力，妄图颠覆国家政权，你都可以被抓，你都可以用你在香港的资产被抵掉，你现在拥有抵掉你的罪名，盖在你脑袋上罪名，这是每一个在香港的外国人必须面对的，这个毋容置疑。中大会计学高级讲师李兆波，美国限制资金投入中国股的影响不大，因为中国概念股陆续回流香港上市，但相信会继续限制中国概念股在美国市场活动。不过他认为现阶段中美谈判的角力的过程，实际未来发展是未知的。我觉得最后这话就明白了，川普是生意人，川普他什么都敢干，那这些讨论呢都是现在的精英的概念，他们看到了，他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动作，他们只是不相信，对不对？他只是自己不相信。而为什么不相信？ I don't know， 就像习近平说的，我就要做中国梦，那你就没得说了，对不对？而他的基础是我是教授，我是讲师，所以是站在精英的基础上去陈述美国的现代的政策。那我想问，有谁知道在过去两年时间里中美之间的关系走到这一步呢？我觉得这所有的精英的人恐怕很多未必愿意，因为他们站在利益的角度说这会伤害美国的，所以不能够。唯利是图者必下贱。感谢朋友们的支持。